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啊，上课要精神啊！啊，够有几个吼？请大家各位关心就坐吼，因为要电脑一届就无简单。啊，各位，我今日题目吼，用希望甲等待，希望与等待吼。各位来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意思嘛。以前哦，法国有一个大作家，叫大仓马，有另外一个叫小仓马。小仓马呢？他有做一本书叫做《茶花女》啊，《蝶回路》。但是大仓马呢，他写一本世界的名著，就是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啊。但你描述一个哪呢？一主角哦，迄主角叫做 Adamant Dentis， 他本来是一个军官呐。啊，你行船的时阵哦，第一，伊无啥物教育程度。在家属的时间呢，伊要遭遇对单呢。迄、那个圣赫莲纳岛，就是迄、那个拿破仑战败了的时阵呢，去关迄个所在啦。啊，船经过遐时阵吼，拿破仑写一张批信吼，甲交代伊安尼去法国，啊，我先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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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果用这几张批时阵呢，啊，用出个。包括伊个旅行车，伊个旅行车呢，也互一个检察官甲霸占去，所以呢，判多刑，入去坐14冬，所以减我一冬，我15冬啊，哦，爱14冬。伊来这时阵呢，伊真幸运呐，不然就请各位大官去就坐吼。伊真幸运的是拄到一个啥物人呢？拄到一个爵士，即、這个真有学问，佮啥呢？佮有迄个宝藏。所以伫内底呢，甲这个 Adamant Dentis， 伊哩教伊读册。伊即个中原毋捌字个呢，竟然伊出来了时阵吼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伊一个爵士。彼阵啊，所以社会人唔知影讲，伊原来是迄个中原，比海迄个中原就对了。所以等下个安那呢，伊挖到迄个宝藏，就开始个有钱哩啦。所以开始计划啦，他计划，免呐报完仇啦。而且十几年来，伊个旅行车用霸占伊，甲所有名誉受损的这吼。啊，开始一步一步按照伊个所计划啊完成，所以这个《基督山恩仇记》还是真好吼，这部册。但伊结论了吼，真重要一点来讲，讲人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呢。所以你经过来底呢，精华来底吼，我该注意这句。来自今天呢，我们高级班点招哈，啊，这里来给您讲课的题目，就希望与等待，这和咱呢，咱的处境有点关系啊，咱的处境呢就有关系哦。有老师讲，咱的国民党这个招罗政权，哦，在底下跟咱压迫求服，跟咱凌迟啊，60几冬啊。咱今仔毋是想讲，即个阿弟们等于是想讲要计划变咱报复，毋是。咱是安那呢？在即个上课了后，先我们带着新的观念，变啊把即个国民党遐长时间甲咱压迫，即个毋是收敛，毋是哦，是即件代志哦，变啊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啊。所以我们希望什么？咱希望中华民国管离开台湾，因为台湾不是伊的，
第三吼，台湾不是他的，所以小等下我来讲吼，美国台国内底伊足清楚，就讲台湾唔是所有两个中国的，中华民国也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拢唔是就对啦。所以我讲中华民国伊为中国大陆流亡过来，但是咧好高命互伊生存，几十当然咧又无想讲你走落来台湾的时候，咱台湾是安怎收留你？伊是全世界上大难民潮啦，难民啦。所以即卖去年咧，中国迄边讲他们欢迎因当初就开始传啊难民咯，搁等于对啦，等于中国说的平坦的所在大啦。迄、那个所在是用咱台湾汇挂钱，干中国合资建起来平岛平坦。各位知影这平坦岛吼，本来是荒芜的所在哦。不毛之地啊，腰身一边，即马起个含台北变变繁华，因为欢迎因这批难民。但是呢，国民党、中华民国一直甲因讲，因家是农民，啊，其实是难民啦、啊。因都往咱这来吃，甲咱吃，甲咱住，甲咱吞他，也个糟蹋咱。所以时机成熟来成影啦呢。因为咱必须得带咱去戈壁国，戈壁国的时候，当初咧过真困难。我是有当初咧讲课的时候，各位拢有知影，迄个困难多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通做详细。但是最起码，伫法院接受咱的过的时候，咱已经赢一半。因为必须得提出来引经据典，拢有法院咧，甲包括伊国务院。拢我都一定爱接受。第一时间呾呢，咱本土大人无国籍，这是属性嘛。因为伫安那哩，1946年英格兰时阵呢，就全部无征求咱的同意，就拢改做啥呢？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当初美国、英国都有反对，但是伫政治现实的时阵哦，反对罔反对的时阵哦，伊甲美国讲。这个所在，我通知我当然呢，替咱的迄个美国的心哦，维多共产国家。所以迄阵啊是国际共识是安尼，是讲下当吼，和本身伊的国家利益，所以你要继续通知了。啊，到咱国际的时阵，老实讲，伊违反国际法啦，迄个国际法吼，你爱本来同意。日本的时阵吼，当初为清朝遐。伊挂日本大帝国皇帝时阵呢，因为在统治咱台湾甲澎湖，所以因安尼呢，予台湾澎湖有两冬的时间，予恁咧考虑，恁是要做大清的国民，还是呢要做我大日本国的皇民？结果两冬了后，日本过来问啊，拢有偌济呢？有4000几个要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。所以啊，你闹这个庆吼，当然咱在座才无庆着啦。我庆着迄个天本的时阵哦，啊，个是啥华侨啊，哦，所以我咧庆着华侨吼，你咧感觉不可思议啊，啊，咱咧伫台湾咧想看先啦，我就变成华侨去吼，就是你的祖先内底，就要庆，要哪要停留伫吼大清帝国，就做大清帝国的国民啦。所以你的天本来去靠迄个叫华侨的，但我想咱在座这姓拢无嘛，拢就是咱讲个本土的。所以1946年时无经过咱的同意了，规拢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所以这60几年来，咱拢伫中华民国这个阴影、这体制内底受教育、去生活，包括我本身也是吼。啊，我以前啊，搁入去读军校。啊，军校是国民党的党军呢。中国大陆的时吼，你也想伊咧两个对抗，共产党、国民党，拢是陆军官校咧对抗。包括周恩来伊来甲陆军官校内底的政治部出身呢，包括林彪伊那个陆军官校出来呢，是毋是呢？啊，老蒋的呢，佫是陆军官校长呢。所以中国大陆应该台湾的时呢。都是陆军官校内底在对抗，所以阮买一面时啦，买一面内底学个只功夫啦。在学啥物功夫？就是讲
既然伊这外来政权是用武力给咱占的吼，所以呢，咱来说要对抗啥，要甲赶啥，咱若无这个功夫，你若无度。所以阮呢，有少少有了讲赶吼，但不过功夫也未学成的时阵都要熟伊啊！你看，啊一关一关就15担啊，吼、哦！一时你就无批条啊，我快些当当当吼。但是呢，我咧想讲吼，上天真照顾咧。15担的时候伫内底，吼、哦，当然，当然有只骨去讲了受伤，啊，这受伤的时候，我伫了干呐？人建议讲是毋是吼，爱去手术啊？我讲买。手术以后若好了时吼，咱会袂记进吼，这是有国民党甲恁推的，你知影？哦，啊，最新吼，这30-40担内底，我有当咧是参加民进党抗争活动吼，捌一件件10多点钟，咧行时吼袂疼伊啦，但当然休困的时吼，吼、哦，我较会酸痛干呢啊。包括我即摆今日讲话的时阵，我会当听2点钟袂疼，但是呢。我到休困的时候，我还在听，这是意志力。人要有意志力来克服，克服的痛苦，那克服当就惊病医啊，啊克服当就要手术啊。你唔知影，咱上天保护咱的皮肤哦，这是最大的保护层，你知影无？咱的皮肤最好尽可能卖一个叮当伊啊，人的器官上大，咱的皮肤啦。啊，所以别看你听了要手术，看你也别手术哦。这唔好，上天给咱咱的宝石，真的真正发达时阵，较挡刀就对啦。所以讲各位，今咱即个东兴有机会来接受咧到民政府，吼、哦，诶，即个新的观念来接受受训的时阵吼，咱还有一个认识，一个教会里面创啥，就是咧不公不义的中华民国这政府，我离开咱台湾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的，对啦。各位，大声喂！进来讲，有阵拢讲到拢无电哩吼。哎，即摆有吼，有听伊吼。啊，想看啥会断伊啦？啊，我意思讲爱讲较细声的。有阵讲安尼呢，证书来时阵吼，对起来咱呢，中华民国老实讲吼。伊若如果伫咱台湾即个遮，啊，甲和平相处真好。莫用讲咱台湾是种，好像讲伊是占领国，伊用胜利者的姿态来过来的时阵哦，甲咱讲吼，吼、哦、投回祖国的怀抱，啊，搁在信信心哦。结果咱的生活，咱的国民伫咧眼中内底，拢是日本国民啦。当时到的时阵，伊知影咱台湾人天降好甲，啊，搁啥呢？我在烧汤呢，啊，所以来选举的时阵哦，啊，就安尼呢，甲恁买票，甲恁买票。啊，不要你政权的时阵哦，再来利用伊安伊关系，甲恁剥削啦。喂，好，来，我今仔日讲的时候，讲到拢等伊吼。这是要点破的关系嘛？啊，是咱磁场。我哩兼职总部是迄阵啊吼，掠伊咧修理啊。啊，修理到尾呢，我拢歪讲。以前呢，我奇怪，你人咧坐落，啊，是安那政治名官吼，会送到国外，佮送到联合国啦。好，一定要对这个原因啦。啊，你人咧伫龙海内啊，变啊，这个物件出哩。啊，我唔讲，两讲，因为我若讲，会佮害你成10个人啊。包括咱倒卡手的，包括咱的资料，甲咱倒用的吼，这些人拢会受灾殃啊！所以我就忍起来，宁可牺牲咱家己，唔通牺牲着咱甲恁倒卡手这些人。所以讲，咱咧用软的法度，用硬甲来推翻来无啊？爱甲来用电的，你知无？怪啊！讲着电，哎。讲着电较敏感的款吼，但即电了就烧到伊吼。啊，我简单讲着电安那呢，伊即摆开始用电，伊去坐电椅啊。坐电椅的时阵呢，头用单线啊，单线的时阵无透过心脏，你知影？坐电椅啊，一条线到你即来遮咧电。
开始咧电话，伊就要问我讲吼，你著剩两年外尔，你著出去，因为我头判十二单啊，啊，搁一九单外，搁剩两年外要出去啊。在迄块当时咧，一九七一年，就是因龙联合国，迄种挂出迄单就对啦。因为江西当年一九七零年的时候，皮教授伊走水连三暝三日拢走到水电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皮教授出年的时候双手好下啦。你出来要讲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伫遮管啊残暴吼，你无资料啦。所以做那个引起我想讲爱做资料，上有皮教授啦。所以就是这动机了安尼来。所以一九七零的时候，我开始就收集，开始就用，下一时无一个。拜托一个人，伊寄出去，唔敢寄出去，把用塑胶袋包起来，看守所就是即卖建立吼。比如看守所，我若倒转去啊，我来去看迄个所在吼，伊个待遇外口啦，会惊。所以两日拜完神，因为工程队会当出去比赛哦。我问讲，迄个物件咧，讲无送出去，我惊一下，讲哎呀，迄个物件无送出去的时阵吼，我阿克里贝，讲待遇看守所外口。迄、那个伫咧墙仔卡啦，我讲你甲挖入来，挖入来来看啦，无甲出卖，无甲出卖。啊，所以我就讲好啊，啊，既然伊不做就不休啊，我阁用两三个月时间哦，暗时也无困，我用一个较详细。所以伫一九七二年的时拢送出去了后，我发觉讲这个物件又送到美国啊，所以我就心安啦。所以你安怎甲电呢？我拢无咧惊你就对啦，因为物件完成啊。迄种囝的物件无完成吼，你较迄个心会慌，爱惊遐讲啊奇怪啊物件无完成吼，迄个壮志未酬吼，吼迄个有够激烈就对啦。但我当安内物件出来了后，我一个放心，就放下就对啦。我那知影物件出呢，伫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，香港有一个新闻天地啊，大新闻天地有这个报道啦。你讲奇怪啊，你伫内底看会到啊？阮有外口吼，迄、那个送衫裤的啦，啊个收衫裤的啦吼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那个连即个报纸啊、甲杂志，拢包起来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咱阵啊，摕钱人叫人买一寡杂志、报纸，就是呢。我看是真欢喜，内底那美国一个报道入来，伊讲最近伫美国甲南美洲的时阵吼，有一类啥呢？非常详细台湾政治犯的名单。来底讲啥呢？哎，讲真啦，无美国 CIA 吼，啊，着美国大使馆讲出来，无可能遐详细。吼，我看一下，我心安啊，表示出去啊。迄是一九七零年的时候的，在那个报道，你知影无？所以结果三月代志就发生啊。为啥发生呢？因为台北有一个联合报，啊，甲啥呢？甲迄个西利片克，就是华勤人又爆炸。爆炸的时候，你遐掠无人，你掠阮几个遐政治上来遐注意。包括啥呢？批教授两个学生，啊，掠去，啊，掠去的时吼，内底讲啊讲，其中一个学生讲来，讲，迄叫做呐，杠上开发，唔是呐，是案外案呐。本来是要问讲，迄爆炸案的时吼，三问四问都问着，讲奇怪，即摆美国有遐政要名单吼，是啥人去的？是其中一个讲来，讲啊，着蔡某某，我蔡在元，要出去啦。电话来作惊伊啊！啊，这个人就伫内底安怎有这个物件？好、哦，开始来查，用正个月时间甲金钟内底吼，我来我困的所在啦，到我咧做啥活所在？我就在伫红工厂咋？我一台车吼，专咧负责啥呢？越战，电力总部去安那去包吼五万束的衫裤，加五万领绑带就对啦。安样呢？因为我的劳工作少啊。所以呢，伊八十万的只迄落劳作金就对啦吼，伊拢五万领，迄五万领绑带拢有经过我的手，啊，迄五万领的衫裤时喏，其中我做有对了对啦，所以我伫内底个风雨工厂，所以我看到咧车吼拢查就对啦，我全唔知影讲吼，已经安那呢，咧甲查我迄落，甲四月初五的时阵呢，迄日内底拢。可能外口人讲，拢一定我的啊，啊，你较熟人，卡到手卡，卡到手卡，我这个严重嘞啊吼。所以有三台录音机啊，拢一直问我讲，三人甲斗到手，你哪用嘴？是安那开走到美国？我一开拢无要讲。所以呢，用软的，到尾用硬的，连讲我都歹讲，到尾用电的。所以谈到有讲这个电吼，
啊，我若想着讲这个电呢，无今仔日嘞，时间足宝贵吼，我无爱讲这段。但既然伊啊嘞，引起我讲，我来讲就对啦。这个坐电椅吼，头上单线啊，已经咧电啊三个后边吼，床个尿出来咧，加早起起出出啦，吼，也不要奇怪，啊咧电啊卡拢无注门着啊，吼。结果其中吼一个意思讲叫来吼，拨看卖看有电无，所以一个来时吼，甲拨吼，伊甲拨起来咧电哦。你知迄、那个动作表情，我真好记咧。你看啦，他妈的有电啊！我想奇怪，啊，我咧电卡无注门着，伊咧讲他妈的有电咧吼。啊，你就知影，我天生拗了较悬，拗了个电阻了，对 ，S 叫做电流啦。哦，各位咧读过就知影吼，物理你知影吼。所以我天生个拗了较悬的时吼，所以单线的电物件就对啦。所以知影用双线。双线的时候就交叉套回心中啦，我就想讲吼，啊这咱袂扎紧呢，这若创无好势哦，在休克呢，在心中哦，我爱喘气哦，都惊伊呢。所以当然啦呢，这上天给咱智慧，你知影无？如果你爱老有一日，他们做可能要用到你的款哦，哦，我就想想诶，结果咧开始咧电的时阵吼，我就一直想讲，诶，什么时间延时啦？迄瞬间呐、啊，迄、那个电流瞬间呀，你知影无？这乎你袂扎一个呀、啊。所以要安怎？你若较紧也袂使，啊，较慢也袂使，较慢讲你假先呢。我咧也袂电咧，你咧假先对不对？我、哦、这是要哪扎的？所以上天给咱智慧心哦，底下心哦，就是咱用个感觉就对了。我哎，放电啊，开始放个心哦，我总吊起来安尼吼，总个抓起来，但是咧坐伫电椅啊。结果是俩惊着咧，为虾米？我电下介真正电着啦，啊可能放电啊，伊若惊着关都关起来就对啦。啊关起来时后壁咧个也起起突突啊，就讲哎呦，啊这唔得电安怎无吼？大家把手改用啊，啊用电话咧登电管啊，登平台就对啦。哇，伊煞愈惊着吼，总叫一咱啊，总用水吼，用水来甲破这个头壳，你知影无？破头发清醒无安尼吼？啊，其实我足清楚啊，迄三爷讲话我拢知影。啊，你敢袂使假钱呢？啊，若假咧食辣啦，佮电一个较有诶。所以哦，上天时阵我智慧的时阵吼，我拢真感谢。结果伊三爷就讲，我真正有去电吼，迄个电了有啥物效果无吼？哎，目睭咧当病眼，用电话看电话，用个较看会较。吼，因若惊着了，用个了吼，总安那呢，总规个白白起来。无去继续电啦，所以我头来讲这电哦，我想到讲这个有迄个坐电椅的经过吼。啊，各位恁若就来讲，哎、欸，电是啥物主意啊？我讲恁家己电看卖就知啦。因为我无能形容，用文字讲袂出来，我用话讲，迄个电哦，到底是啥物主意啊？讲袂出来，话就是恁家己试看卖就对啦。哦，后来咱即摆讲吼。迄、那个中华民国伫咱即个遮，伫顶下那呢，迄、那个巨蜥蟹，恁知影无？知。巨蜥蟹就是讲哦，迄个啥寄生啊啦，咱就讲寄生啦。中华民国以后，中华就从个挂出来了后，伫咱台湾遮就一个壳啦。依靠啥呢？依靠咱台湾的人民，才一巴巴的生活啦。但巨蜥蟹时呢，伊这个壳袂大。但咱当本身这一卖心会大，一卖这身躯会大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所以当然啦，大到某一个程度，伊爱来换壳。你若无换壳的时阵吼，先换出头啦。你无得出头呢，并且咧，最近说这个壳含啥呢？含只个一卖爸爸心吼，拢爱做伙跳去就对啦。所以今仔咱台湾本土的民进党也好，台联也好。伊挖在中华民国这个壳，来做咧生活，就是寄生啊，相依为命啦。但这个壳，老实讲，若卖了时阵，因为袂大嘛，卖了时呢，这个金阿爸就做死。所以这个道理是啊。看嘛是迄落，看嘛是电流要加强啦。啊，较会速度伊。
我话我电流较强诶款啦，做压过遐就对啦吼。哦，所以吼，伫这比中无电过了吼，诶，即落面电咧较强诶款啦，就磁场低较有啦。所以各位来向我做诶时阵吼，第我诶名财源啦，吼，你若爱钱，甲我带出来买紧吼，迄带财源，哪拢带了了，留一寡呢。那财源滚滚啊，过年诶时阵吼，有财源滚滚，没有错，都滚到你们那边啦。对不对？我家己报你一点也好啊。啊，所以我讲你卡吼，因为安那呢？因为我有一个寄生啊，所以哦，还有时间阁足宝贵。即个唔爱讲吼，我讲呢，即个寄生啊时阵，伊中华民国，伊即个卡的时阵呢，迄个无多大，咱即摆先来大时阵咯。即个卡啊，无要互咱即摆继续活落去，活啥物？就爱活咱台湾民政府啦。对啊，安尼靠我拢继续生活嘞，你知吼？这七点钟哦，七点的时阵哦，我讲美国的时阵哦，老实讲啦，早期的时阵呢，赶快二次大战以后，就介绍二十万大军伫越南，但胡志明的时阵更靠下去发达，伊才安尼借法国的力，把蒋介石赶出去。所以今日吼，今日越南面咧吼，到迄个时阵咧，咱无出力就高人，所以要甲中华民国蒋介石赶出去，造成咱台湾六十几代人悲惨。好，今日有咱台湾民政府的时候出面，有个秘书长率领之下的时候告美国，所以美国今日伫咱台湾算作啥？你知影无？伊算作就好像是牧羊人呐。每下子你若看电视仔吼，啊，地震无啊，啊，一个锤啊，遐就咱喊咧喊咧吼。来咧，管你啊，永远上来管，你叫牧羊狗咧管啊。所以咱台湾就钓一群咱啊羔羊啊，一群真乖羊啊啦。和国民党咧管的一群狗啊咧甲咱管啊，牧羊狗咧管啊。这个早期的牧羊狗，还佫有咧听啥呢？听牧羊人的话啊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呢，即马换一批只牧羊狗的时阵哦，从招请伊呢，伊不但领伫只羊啊，只狗啊，只羊啊咧顾的呢，啊咧领伊去交谈呢，就是咱这台湾人比较只牧羊狗咧眼交谈啦。马进呢，够想要把咱只羊啊吼，诶，没有隔壁争呢，出别人呢，啊，所以我讲诶，奇怪个哈哈叔啊。咱即马目前咧管咱只羊啊，迄个名你知影无？知。哦，知啦吼。所以我免讲吼，介拄好迄个牧羊狗吼，都咧管咱一边啦。所以，伫美国的时阵，已经就发觉到啥咧？啊，即、這个牧羊狗伊又无中意安那咧，无中意我牧羊人啊，就把即阵咧欺负咱伊个，只羊啊是个财产小强吼。结果安那咧，伊用种种手法。啊、所以今仔就时机来临啦，为了是咱各民国的心咯，讲这个牧羊狗咧教他只羊啊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开始咧有相当的变化，尤其今年内底有真大的变化，所以大家什么等待，指日可待就对了，吼、哦，来等就对了吼。所以我讲，弟兄啊，各位甲各位讲的心吼，因为咱都说各民国的心哦，我们有两个强项。一个强项我们在国安部，另外这个强项呢，就是咱翻译。但是咱两个所在变较少，一个就是国务院，一个就国会了。因为咱无一个资源，含这个单位来保暖。但是呢，当咱各家这个翻译的时阵，国务院是放弃抗辩权。有放弃抗辩权的时阵，来原告。所以提出的这呢，意思讲我们美国都真的啦，所以真的时候，咱就表示各牙医，伊安那本来是台湾，讲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啊。但是呢，咱和迄个法律资料相当详细，所以这不是政治问题，是法律问题啊。伊阿是奥基纳无讲啊，奥基纳是到尾是二十大号时阵，是1977年的时阵呢。美国用政治解决，但是我日本啊，但台湾甲澎湖无共，
所以这是法律的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你国务院也是放弃抗辩权，那无形中咱就再增加一个强项。国立个国会伫去年8月26号的时阵呢，伊那服务研究小组内底叫做一个中国台湾，然后呢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关系内底吼，甲你写足清楚内底重申。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啊，这国会是应该真清楚啊。大家如讲如说声，喂，这国会真清楚啊。所以我以我们两个强项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四个强项，所以这是对咱台湾民主真有利的。对。整个安那呢，就是时空背景都会转换哈，啊，所以诶，各位时阵，你既然变成这强项要心了，大家必须安那有点信心啦。我告诉各位，不管哦，你来自何方啦，不管你是用啥呢，家己看网络来，还是亲戚朋友介绍就对了，这是大拢有这个福分，大家共同怎么样呢？共同打拼，来对着咱的秘书长，伊来带头来各美国了后时阵呢，可能台湾的局势会整个的变化。这个变化来写了呢，咱很庆幸，我家己也本身也庆幸的。有几十党内底的时阵，拢是对民进党咧行的是，拢行到街头看啦。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，话到几十党，话到少声，结果有无？是不是咱台湾人做总统啊？因即摆在幻想，老话正反就好啊。咱台湾人有你这位做总统，有阿扁做总统，有把台湾带出国际地位，有人正常化无？有啊。为啥无？就是安那呢？因一个角头唔知啊，角头唔知啊。所以老实讲，今仔日咱有这个幸运来加入台湾民主会时阵呢，我咱恍然大悟啊。我过去行伫关龙路，是不是呢？国民党五万青春十五党啊，但民进党呢，搁较严重，五万青春都超过十五党，所以今仔叫好在乎台湾民政府。虽然那呢，大家共同底下呢，伫咱秘书长率领之下，大家互相团结合作会心咯，来啥呢？来为台湾，来新台湾就对啦。来写这条历史了，过去台湾历史我有写过，因为阮坐过牢，咱伫咧拍破这个国民党外来的政权不公不义的政权，但是拢民主底下那呢，民主会当用选举来改变这个事实。阮早期要学迄个功夫，就是用要武力的，但是当地内底是搞不了先哦，因为我靠石头在转。西德的东村是要用哪呢？用武力推翻德国皇帝，但是呢，入去坐牢在四当，出来了机会内底，会当改变。伊在参加一个拍埔内底啊，拍埔内底时哦，内底咧讲啊，讲以后就政党会选举，有机会选举的时阵呢，会当改变政体，免老外老弟的。所以西德的拢坚持要线路，我真大启示。所以十五党出来了时哦，咱啊民主体的选举会当改变你的政体了。所以我呢，我个天蚕变呐，如果分析了这个天蚕变现象哦，就变下来本来是用武力的，但最后时呢改变，用啥用选票，免老会老爹改变，但事实这个民主的时呢，就拍破的。因为台湾人说做总统，就我当把台湾的地位的国际化，啊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为了的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台湾就行法律的，所以我一直相信，讲这条路有理可以走遍天下，无理呢寸步难行。所以有时间的问题，祝福咱各位进来这高级班的这同事的心哦，咱就同心，咱协力来共同打拼，啊写下台湾的新的历史资料，好了没有？好。谢谢我们的蔡老师啊。